那发展机制是什么？你以前其实大了，以前蛮多错，不是误解是。我这是我的。哎，我就得上来叫一，叫一叫三，完了一想，哎，那就跟我打承认人了，这说明压力现在非常大。对呀，你看，我说那行，我承认这，我要真不想的话，我就打四，叫一创三去。我没看，要看一下就这么打。非常认真，啊，就是说现在他压力非常的巨大，你知道。看，替谁？我替。